娘，这玩意儿管用了。咋不管用呢？你没看见冉星喝了几副药之后，咳嗽也减轻了，气色也好。娘，多亏你懂中医，要不然咱杏儿真就没命了。哪是我懂中医呀，是咱家杏儿命大，老天爷保佑她，啥病也治不倒她。炸了啊！咋的了？疼？哎呀，是不是扎原来那个眼儿上了？哎呀，丁大命，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？就搁一个地方扎呀你！你这事儿不能赖我呀！啊，这布是你盖的。哎呦，没事，你再忍一忍啊，马上好啊，药马上推完了啊。好了没？好了。那我穿裤子了。好，穿上吧。你回头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啊。爹，你咋来了？你去干啥呢？穿裤子呢。哎，你谁？东家。大命！哎，刚才你干啥了？这东家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给大学姐治病呢。治病用得着脱裤子吗？我这脱裤子，我是给她打针。你个骗子，你想占我闺女便宜？我真没有。你个兔崽子，你耍心眼耍的！哎，就想占便宜？没有，我真没有占便宜。东家，东家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哎，揍死你！你打上腿什么呀你？娘，刚才给山杏治病，他把裤子都给脱了。哎呀，不是，那个他给我打针呢。他给你打针，整个针管子搁点盐水，他就给你治病了。他能治病？哎呀，不是盐水，是药。啥药啊？就是那个潘妮。山杏。老爷，我太太，我真不是装神弄鬼啊，我给山杏打这个药啊。就是盘尼西林，盘尼西林啊！你从哪弄来的？关队长，盘尼西林搞没搞到？今天有的伤员已经高烧到40度了。再搞不到药，有些伤员今天恐怕都撑不过去了呀。药搞到了，准备注射吧。真的吗？搞到盘尼西林了？上级只给了我们3支药，先可重产炎注射吧。只给了3支呀，能给3支就不错了。准备注射。是。3支。五名重伤员，只有3支药。小刘的伤轻一点，先给那3个人扎上吧。政委，卫生员说。你的伤口严重感染，高烧不退啊！我身体好，能挺住。不行，政委，你必须扎一支。别整了，小李啊，快去给那3个人扎上吧，早点扎上，早点脱离危险啊！快去。是。哎呀，真是奇了怪了，那箱药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。究竟是让谁拿走了？总不能长腿跑了呀！奇了怪，这药你就是这么弄来的？对，我就是这么弄到药的。你把山杏的命救了，大命我们得谢谢你呀！太谢谢了，大命太谢谢你了。太太，你就别谢我了啊！这只要是东家不撵我走就行了。那个小瘪犊子，你还记仇啊？本来嘛，今天撵，明天撵的。你要再撵他，我就跟他一块儿走。谁要再敢大命走啊？哈，我就把他撵出去。这大命还成了香饽饽了，我倒成了臭狗屎了。山杏这病治好了？
就赶紧把那盘尼西林呢送给他三叔吧。一是呢，游击队呀急着用；二是呢，放在家里太危险了。我明白，奶奶。我尽快把盘尼西林给三叔送去啊。你干啥呢你？你看活能不能看着点啊？你砸死我！对了，我就想砸死你。你小子有事瞒着我对吧？我啥事儿瞒着你了？啥事儿？你手上有。你咋知道的？你是不是盯着我了？盯了，我还看见你往山杏白白的臀上扎针了。别胡闹！这事儿我说出去，我弄死你！你还弄死我？我告诉你，要没我保护你，你早被别人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咋回事啊？看见没？三块大洋，关二才给的，他就让我盯着你。我刚才已经跟关二才说了。鬼火啊！你干这丧良一声！哎，撅撅，往舌头撅，撒开，撒！哎呀，你还火了？咋的？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呢？你咋成我救命恩人了？我去告诉关二才了，看见你给山杏喂药，一大碗喂的肯定是盘尼西林，我上来给我一大嘴巴子。盘尼西林是扎的。不是喝的，哎，你真是我救命恩人呢！打你哪边脸了？两边脸都倒了。别给我整这套。说吧，咋报答我呀？你说咋报答我就咋报答，好不好？给我两瓶盘尼西林。你要那玩意儿干啥？我姐得了痨病。我不想让他死了，鬼火，你又骗我是吧？我要骗你，有爹死爹，有妈死妈，有媳妇孩子老婆死一家。行了，发这么毒誓干啥？我信了。那行，那你在这等我。行，啊，哎，小心点啊。行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七十不灵，八十不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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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给鬼火，你放心吗？鬼火跟我发毒誓了，说他姐得痨病了，快要死了都。我不相信鬼火。嫂子，鬼火那人啊，虽然心眼儿多，但是不坏。我跟你说，关世才给他钱让他盯着我，他都没出卖我。是吗？啊。那你给他送去吧。哎，走了啊。小心点啊。哎。呀，呀。你干啥？你干啥呢？你管我干啥？你不认识我了，丁大命。哦，你是那火烧铺的四喜子吧？认识我就好。
我问你，认不认识关世良？那我当然认识啊，那是我们关家大院的三东家。那是我上级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是吧？你接了我的火烧还咬了一口。我吃的火烧多了去了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口。里面还有一张纸条。啊，那火烧是你给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大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找关队长？对呀，我找关队长呢。你有事啊？潘金喜林在我手里。什么？啊，在你手里？啊，队长他们到处在找，急死了都。是我也着急啊。这样吧，四喜子，你跟关队长说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在大石棚，我们到那里。好，太好了，哎，我马上就告诉关队长。好。哎呀，抱着枪带着吧。不，大哥，你留着吧，回来再还我嘛。好。那个丁大命能把药给你吗？大哥，丁大命跟我像亲兄弟似的，他肯定会把药给我，就放心吧，我肯定把药拿回来。嗯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你说什么？狼雕又下山了？对，刚走。这可是一个千难难逢的好机会啊。上次没弄死他，这次一定不能让他活着回来。魏二，你现在立刻下山去找关老二，把这个消息放给他，懂吗？马上去。狼雕啊，狼雕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命到底有多久。兄弟，我给你打个事儿。啥事啊？我母亲可肺痨了，你知道哪有卖帕金西林的吗？不知道，大价钱。说大价钱我也不知道哎。看起来我母亲没救了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喊我吗？啊。老板，你要买帕金西林啊？你有吗？有。有几个？你出什么价啊？五块大洋。那你买不着。崽子，叫你贪财！哎，关队长，关队长！啥事？您看看这个。不要下山。跟山上的游击队啊已经联系好了，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在大石棚接我，关队长也能去。快把这东西送出去吧，要不藏在这儿太危险了。是，那主要是游击队也着急啊。去吧。哎，
哎，哎，佳，佳怡，我跟大明要盘尼西林了。你要那干啥呀？找桑农得痨病了。哦，郎登大哥，我刚要去给游击队送盘尼西林呢。你要几只啊？来两只吧。行。谢谢你啊，大明。跟紧了，快点！收团的人咋来了？走，顺，快点！快点，别乱回来！快！走，追！走！这可咋办啊？有人们抓我啊！啊！长官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啊？我犯什么法了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犯什么法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文佳呀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你说。十五块，就十五块了，不能再高了。长官，你们肯定是误会了。我认识你吗？啊？嘴还硬是吧？魏副官，在，带走。是，走。长官，我肯定是误会了。其他的人，接着搜。是。我就说我不放心鬼火吧，你看看。把守备团的人都招来了，老爷，别再埋怨大兵了。哎呀，我这咋出去啊？还要给游击队送药呢。大兵，哎，你该走就走，一会儿我把他们引开，就趁机跑出去啊！你准备好。不行，郎天，那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有这本事。大兵，你准备好啊！好嘞。小心点儿，放心吧，没把你取到手，我是不会死的。好像打起来了，黄队长，是不是大明出事了？咱们去镇里看看。走，去看看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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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明！队长，快走！一会儿守备团该发现我们了。老总，金大明被炸死了。耀子，韩立新林呢？不知道啊，没了。是不是调虎离山，药还在官家大院啊？哎呀，那有可能啊！废物，什么事都办不明白，赶紧回去看看。那团队，那丁大命的尸体怎么办？扔到河里喂鱼吧。让你不学好，该。政委，哎，药搞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可是狄大命为了掩护我们撤退。哎呀，二当家的，欢迎二当家回家。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那弟兄们给你接风洗尘呢。我说吧，二当家的一定能安全回来的。要搞到了，搞到了。哎，哈哈，太好了。哪儿呢？完了，咋了？丁大命给了我两只药，我就放在这兜里。可能是守备团追我的时候跑掉了。那二当家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哎呀，三龙命怎么那么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喝酒喝酒。大哥，林大命说他把剩下的盘尼西林送给游击队了，找机会我去跟他借。他们能借吗？关队长对咱不错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借。试试吧，来，快快坐坐坐坐，喝酒。来，这儿当家的，哎，来，大哥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啥事儿？我刚到镇上就被关振才盯上了，他好像早就知道我要下山。还有上次我到城里，好像也被人盯上了。我怀疑有人通风报信儿。想借守备团的手，要了我的命。谁这么阴损啊？又是二当家的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能吧？啊！我也就是瞎猜。什么？狼雕又没死？刚刚回来。行啊，他不该叫狼雕。哎，改个名儿啊！对对对，他不应该叫狼雕，他最多就是个狗雕。什么他妈的狗雕？猫雕，救条命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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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！
明！大明在这儿呢！大明哥！大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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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！大明哥！大明！大明哥！你吓我，大明！别吓我，大明！都别哭了，把大明抬上去！快快快，大明！大明，大明啊，好孩子，给大明擦干净，换上好衣服，用我的棺材送大明上路。您的棺材可是红木的，就是金子做的，也给大明用。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安妮西林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陈队长，我说多少遍了，是丁大命给我的。丁大命把药藏在了什么地方？陈队长，他没跟我说呀，我真不知道他把药藏在哪儿了。我再问你，丁大命是跟游击队有联系？还是跟土匪有联系，沈队长，我真不知道。你看他给我打成这样了，我说的全是实话呀。就是打得轻。哎呀！哎呀！好了，别打了。看来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喂，团座。桂花，我打你，你恨不恨我？不恨。为啥不恨我呢？二老爷，我真的感谢你啊。感谢我？你要不这么打我，那佘团长不会相信我没罪的。哦，谢谢你啊，打得好。我谢你爸爸祖宗。你笑啥呀？嫌你牙白呢？怎么了？不好笑吗？你这个假娘们，一整你就捡个笑。大明啊，你小小岁数就走了，奶奶舍不得你呀、啊，你一路走好啊。大明，你在我身边这么些年，没少受委屈，东家对不住你呀、啊。上那边享福去吧，孩子。是。到那边过好日子去吧，下丁吧。备官。如月啊，你是他亲嫂子，你喊一下，让大明多丁吧。大明，多丁吧。
大明，多听啊。他跑出来了，没关注他呀！丁大命呢？大命已经入殓了。你把盖子掀开，让我看看。小心，小心。已经入殓了，丁卫已经定上了，这是规矩，不能打开。不行，不能，不行！小心，小心，不能起，好孩子，不能起！小心，小心，不能起！娘，你给劝劝他，娘！别拦住他，打开棺材，让山杏再看一眼大命吧。回家，咱回家投靠。走，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回家。人死了不能哭，我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儿。小心，我陪着你。不能，小心，大娘，快跑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快点帮助我呀！大明，大明。我死了，大明，你是装死啊！大明，你是装死啊！啊，大明，活了，活了！我又活了！
咋了呀？这咋了，大明？你看看！你还笑？你都吓死我们了！你都。萱萱，我饿了，饿了。嫂子，他说他饿了。守卫团来了，守卫团来了。起来，起来，撞死！快点，快点，大明，大明，快快快！啊，大明啊，大明！你死的太冤了！大娘，别哭了！别哭了！都别哭了！大命都被你们打死了，又来干啥？打死了？这小子不会是炸死吧？我们要验尸。对，我们要验尸。这是出殡，你们不许捣乱。人都死了，还不让安生？来人，有，把他们都赶开。站！不行。快去！站！快站！好，大命。大明，你小子给我装神弄鬼是吧？啊！你小子不是挺能装的吗？来，装啊！接着装啊！别害怕啊，装的不太像。